察又来了，还没等弄完标语，他就来了。对呀、啊，警察给到了大使馆这个卖国贼，大使馆是卖国贼。来两台警车，三台。大使馆卖国贼，找美帝帮他害中国人。崔天凯，对，冲崔天。过了十月份，王毅、崔天凯、钟瑞明、财富都曝光了。嗯，对。啊，别着急。哎，这是谁的胶带？你的吗？就粘那个的吧，不是小蔡的。Hi. Do you speak English? No English. Little English? No English. You were here a couple weeks ago, right? You were here a couple weeks ago. I'll get it. Hold on. We're all right. No. She's been out here. I'll do the good thing.哎，找翻译了。哎，你好，English. English. English. Hey, I Google Translate. Where are you? No, no, no. Don't go over there. Come here. Just 愣标语就得了。给他出个好主意，他还不干，不干拉倒。You were first one here, right? You can clear. You can go ahead and clear. Wait for my Google Translate. Hold on, there, bro.腐败司法已使周强啊，习近平让你依法治国，你却搞腐败哈。周强 yeah. Yes. 周强Yeah. Okay. Not you. Her. And her friend. Friend. Yeah. It's really loud. Friend, that's me. Yeah, very loud. Yeah, yeah, yeah. She's not coming now, right? Friend not coming? No. No. Okay.
7 to 18 years right here. Okay, 7 to 8. 那你要待几天？我忘了。Google Translate. Yes. Yes. One, just you. You're going home. You stay here 7 days. Seven days. 1, 2, 3, 4. You make a fun of me. It's just that we're against the president. Okay. 然后就关了啊。哎，你得说两句啊。啊，行。忙完了再说。你说两句，完了再忙。
来，对着这个，对着这个大石头。大家好，我是王春燕啊，我非常，今天是2019年9月6号了。我现在已经9月6号，是不是凌晨了？马上凌晨了啊！这是陈维明大哥的一个朋友给我捐的帐篷、气垫、睡袋啊，还有我和蔡秀玲姐妹给捐两个睡袋，两个那个睡垫，一个帐篷啊，真的很感谢他，真的谢谢这位爱心的人士，他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对，就是非常感谢他啊，这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大使馆啊，美国的警察呀非常负责任啊，来了问我们叫什么名啊，敬谁搁这啊，我说今天是我来了是啊，因为没有车了嘛，是我就要强力，因为我没地儿住嘛，没有钱住宾馆嘛啊，就是只能是在这儿安营扎在这儿拿大使馆，这崔天凯告诉我拿大使馆当家，我就在安营扎在他的门前了。钟瑞明说的，钟瑞明说的哈。钟瑞明传达崔天凯和习近平主席指示，说在国外有困难，他在中国他把我的房子抢去了，2套房子1000多平给我抢去了，所以我无家可归，他杀死了我的，害死了，谋杀了我的弟弟，害死了我妈妈，所以没办法，我在中国他就抓我坐监狱，我在中国3次进监狱，他抓我10年以上监狱哈，待了1个月，他把我弟弟给谋杀了，大连政府哈，所以我在中国找不到公平，我就来美国来了，逃亡到美国了，没办法。钟瑞明，刚才那个警察问你，那个要准备在这多长时间啊？你咋？我警察说，我就说中国啊，我在中国，他抢了我的房子啊，杀死了我的弟弟，害死了我的妈妈，我没办法，他在中国他就判我刑，抓我坐牢，没办法，我就钟瑞明传达说他中央习主席派他来给我解决问题。啊，所以他3番5次派同乡会的会长来找我啊，派这个来找我，那个找我啊，他自己就不找我，我就摁着他门铃，他都不来见我。这个钟瑞明这个官老爷没办法，这个官老爷不见我，找崔天凯大使这个官老爷吧，结果崔天凯也不见我，没办法了，他逼得我哈，快到将近60岁的老人了，他让我大。冬天的了，现在马上秋天来了，冬天已经要来了哈，现在美国也是天气晚上非常的寒冷，我都穿毛衣了啊。他逼我录取街头啊，他还说他那个奉习主席的名依法治国给我解决，依法给我解决，他连见都不见我，我天天就住在大使馆门前，他连见都不见我。王春燕准备在这等。我现在呢，他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要给他一个说法，给钟瑞明一个说法。我决定跟这些官老爷们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老爷们啊，还有崔天凯啊，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跟他死磕到底。他奉习主席的名来给我解决问题，说习主席依法治国呀，现在中国强拆都好了，要给我们解决呀，啊，就这样式的。他不见我，跑那个找同乡会会长来找我，要不就找这个张三李四来找我，问我什么要多少钱啊，怎么什么一刀切啊，我都不懂。